咱把家里剩下的这馒头啊直接切丁，把这个虾须和虾爪咱把它剪掉，将虾呀我们在这个第一个关节处把这虾头和虾身分开，将虾尾去皮开背，做成虾扇状，虾肉清洗干净，在里边加上盐和姜汁腌制入锅。腌制好的虾呀，咱们下一步是拍粉脱蛋，蘸馒头丁，烹入料酒，加清水，倒入白糖、米醋，转小火烧至入锅，挑去葱姜，大火姜汁收浓，油温升至四成热，下入虾排，关火，起锅装盘儿。